大家好，我是美味小说小刘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手撕茄子的做法。茄子洗干净后把头去掉，从中间切开，一会儿蒸的时候好熟。把切好的茄子放蒸锅上蒸，大约8分钟左右就可以蒸熟。茄子蒸熟后放盆里晾凉，撕的时候好撕，也不烫手。准备大蒜、青红椒、葱，把青红椒切小圈，大蒜切碎，再切点葱花，锅里倒适量的油，放入花椒炸出香味，花椒捞出来后把油浇在蒜泥碗里，倒入适量的生抽和醋，加盐、白糖、鸡精，然后再加少量的凉开水，把刚才切好的葱花倒进去拌匀。现在把茄子用手撕成条，待会放在碗里。把备好的料汁倒在茄子上，好了，这道手撕茄子就做好了。朋友们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分享下。妈妈，哦，来到妈妈这儿来，来。奶奶，奶奶呀，咱们先吃饭，饭再吃奶奶，好不好？奶奶呀，好了，哥哥递筷子。你这是几个正常模呀？我刚蒸的，刚好，所以现在才能吃饭，是吧？我尝尝茄子烤着。来，嗯，好吃。吃这个，嗯，辣吗？茄子有点辣，这个土豆丝不辣。